早上的10:45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的会员们，请特别注意啊，请特别注意，我们通知539最好的中奖时间跟方法，最好的时间中奖方法，你们大家听清楚了，一个礼拜最少中2次，礼拜一、礼拜二不中没关系，礼拜三要中。那么礼拜三、礼拜四不中，礼拜五要中。要不然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不中，礼拜四要凹回来。礼拜五不凹回来要凹回来。礼拜六、礼拜天、礼拜一、礼拜二不中，然后礼拜三要凹回来。每隔3次，第4次要凹回来。一个礼拜中2次，一个礼拜中2次，请问你，你这样子处理，你是不是稳赚不赔？8次就是中8车啊！我目前的方法就是这样。各位，我这个月中了12次12车，中了12次12次，也就是14车。有时候3次中2只，3次中2只啊，凹是2只啊。听清楚了，我没有凹就是要用2只啊。各位，我这种方法好像还不错的，31年的经验，我也只有教导我的会员们，让大家做个参考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是用凹的，那么今天是礼拜五啊，昨天是感恩节，感谢大家对本报、对社长的支持啊，由衷的感谢社长，是一个坐电动轮椅四肢瘫痪的人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啊，就是啊，就给他凹凹看看啊。今天没有公开，各位，我们今天不公开。这是社长跟各位报道539最好的中奖方法跟时间。